二岁，新娘十一岁。哦，感觉不可思议呀、啊！谁哪这囡仔还阁细汉就结婚呢？因讲因遐的风俗就是安尼，即马阁甲想起来啦，因为因遐的人。生命真短，寿命真短，平均寿命呢是差不多三十几岁，难怪啊，因呢遐尼正早婚，所以呢也有一个安尼的新闻出来，李东新娘嘛是伫伊索比亚，迄当阵有记者呢。去看到一位妈妈，大巴肚，问伊几岁，十二岁，问伊讲，这是第一个，伊讲，第二个半年前生一个，半年前生一个哦，但是伊即当阵呢，又开始阁有啦，等于呢。巴肚无空啊！这里正少岁的囡仔，伊就怀疑生子，安尼敢有当年呢？想到咱生伫台湾的囡仔，咱看会到的，十一岁、十二岁、十四五岁啊，因呢青少年，哪里正幸福啊！父母呢，甲当作宝贝。虽然呐、啊，当地政府呢，伫几那年前啊，因为呢国际声音起来啦，动工甲儿童新娘太早婚袂用诶，所以这个政府呢，嘛已经通过了这个法令啊，袂用诶，压迫着。十几岁的囡仔结婚，细汉囡仔袂用咧，互伊有怀孕。但是，这种的法令对当地民间呢，是毋是有生出了什么款的效果呢？无啦，尤其是当年怀孕啊，早产或者是产难死掉的。三难四气，因为少岁嘛，所以呢，生子往生袂少哦。想看这种的人生啊，是毋是真可怜呢？这种的报呢，以佛经来讲，就是迄个畜生道中、地狱道中啊，依报未尽来人间。再受报的人，苦不苦啊？虽然讲人道中难，但是呢，幸福人中竟难。你会当生在这种呢，有机会好的熬到啊，这种的环境更搁较难。所以咱人人拢已经在这种的环境中啦。咱已经呢，福在其中啦、啊，咱建国再多爱，自种福田啦、啊，自得福缘，爱多种福田，咱呢多结福缘。所以请大家人，眼界看较宽咧，看全世界，干那伫人道的生态啦，都有遮多的苦难啦、啊。所以咱在这个环境中，爱知福啊，爱惜福啊，所以人人呢，爱多用心。